实话同你说吧，最近铺子的生意不太好，十几日了，只卖出些零零散散的小物件。有一件还是你买的，我只知道开局难，没想到会这么糟。 万事开头难，再等等。柳老板这么厉害，一定会扭转乾坤的。可我已经想过法子了，周夫人那边还是没有动静。周夫人？嗯，我早就打听过，周夫人是幽州高门女眷中最喜热闹的，家中常有小聚，请的都是幽州名门深董家的内宅。我们铺子位置不好。 知道的人不多，我原想着借着送礼物的由头，希望周夫人帮我们散散名声。没想到十几日过去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你说我是不是法子用错了？仅有的本钱都赌进去了，要是还没有起色，哎呀，先别急，万事开头难，再想想办法，啊。